伊豆、以兹，光是名字就美得让人心醉，无论日语还是中文发音，都自带一股浪漫的气息。山峦翠绿，瀑布飞流，溪水潺潺，山鸟啾啾。我们驾着车，穿过树影婆娑，前往目的地。哎，这小朋友招手，可爱。这路也太窄了，这就刚好过一个车。这是秘境温泉。目的地です。哎，就在这里。Auto Camp Joe。他这还可以泡日本温泉。目的地は右側にあります。下午4:39，忙4:40，抓紧办完手续，然后要赶紧搭帐篷，要不然天会黑了，山里面就凉下来了。哎，すいません。はい、どうぞ。はい、予約のようです。はい。お名前から住所電話番号で予期間まで記入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で、サイト内で電源使えますか？電源大丈夫。なしで。はい。こちら次回お使いいただける割引券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ちら領収書です。今お風呂はいつでも、はい、24時間なんで、はい。晚上会有河的声音，你能受得了吗？也比你的哭声。那是洗菜的。哇，好多鱼啊！就这儿吧，那就，樱花树下。樱花树下，哇哦！先烧个水，泡杯咖啡，然后就开始做饭。天已经黑了，赶在天黑之前撑好帐篷还是很厉害的。现在越来越厉害了，半小时就搞定了。看一下我们的火，好像不太行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已经燃在燃了。哇哦，樱花瓣，樱花瓣掉落了。今天吃，先煮一点豆芽。这是我们的辣椒。这个火里面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放了几个土豆，用锡纸包着的土豆。这里是樱花树，但是看不见。这边是河，也是黑的，看不见。然后我们这是这里，选的位置方便多了。旁边洗菜，对面厕所，背后晚上可以去泡温泉，24小时泡，晚上冷了就去泡。Hello， 美女。然后我们这个营地今天晚上只有4个人哈，4组人不是4个人。我看你洗了大白菜。生菜。然后4组人只有我们是帐篷是不是？其他3个都是房车。我们可以开始吃饭了，烫火锅。现在安静一点，可以听到水的那个溪水的声音。把土豆取出来，应该好了吧？土豆用锡纸包在里面，配上贵州辣椒面。今天晚餐最好吃的就是这个，昨天烤的有点过头，今天把握好了。以后露营的定番，其他人都洗完澡了，该我去了，准备去泡温泉。这里有个露天温泉，里面很黑的话，可以看到星星，这里也可以看到星星。满天都是星星，但是拍不出来。我现在是用手机拍的，完全拍不出来，只能看到一个月亮。
这里是露天温泉，居然没有人包场啊！我待会儿拍张照片吧，拍张照片能够曝光正常一点。我现在先脱衣服了，然后就泡温泉去睡觉了，穿上睡袋。这里没有那个富士山那边的，我感觉刚刚泡了个温泉，好暖和。日本的温泉本来是不能拍照的，但因为刚刚是没有人，所以我就悄悄的趁机拍了一下。好暖和啊！这里这个有温泉简直是太棒了，深得我心。现在穿上睡袋睡觉，今天就晚安。晚安。昨天晚上我们就在这棵樱花树下面搭的营，早上起来看到帐篷上好多这种樱花花瓣，哦哈哟。早上起来先烧水煮咖啡，然后我要先去把昨天晚上这些烧的炭和那个柴打扫干净。这水好清啊。这个水好清，你真的要下去吗？2000 years later 还在洗。你想下来玩不 ？No。下面挺好玩的。我们带的瓦斯罐没气了，虽然买了这个稀饭这个粥，但是没办法热了。然后幸亏把水烧出来了以后，早上可以喝点咖啡，吃点饼干和面包。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枕头。不用吹气，只要你打开以后它自己会膨胀，然后收的时候稍微把它打开，然后自己这样卷，气很快就收出来，然后卷完以后把气收出来之后把这个阀门锁上就 OK 了，方便而且很舒服很软。我这是带了胶卷相机出来，然后一个露营地拍一张留影下来，但是里面是黑白胶卷，之前没用完的，没办法，只能先也得把它拍完。就把这个樱花树和营地拍下就可以了。嗯，好喜欢这个地方，可以泡温泉的露营地。帐篷已经收完了，我们现在先去这个露营场里面逛一逛，再出发。啊，这有一只小狗，好可爱。哇，好漂亮，好多小虫，好多小虫。嗯，我下水去看一下。这一天一夜让我感到非常愉悦清醒，周围的树林不眠不休地为我而工作，只为让我呼吸到最新鲜的氧气。如果我今天不来，仿佛就辜负了他们的劳动成果。我们在这大山深处搭建帐篷生火做饭，只需要解决生命的必需品，维持体温，获取能量，不必为任何额外的事而烦恼。暂时的出逃时间被鸟叫声、流水声包围，树木、溪水、石头、虫子喋喋不休地八卦一整夜，没有光污染的夜空，星星也更亮更多了，噼里啪啦的篝火是唯一的入侵者。樱吹雪，吹的还不是很厉害啊，但是好漂亮。这一期
露营伊豆露营视频，联盟做个总结吗？老板，非常好玩，下回还来。那我就拜拜了呗。拜拜。拜拜。